问红尘中有没有泪，不问此生究竟为谁，就算人世有几度轮回，谁又能懂谁为谁憔悴。别管这辈子输赢几回，别管缘分它辜负了谁，明月美酒两相对，情到深处自落泪。人生总有喜与悲，何必介意错与对，乘着风能把彩云追，秉烛谈笑是寂寞饮空杯。人生总有笑与泪，何必在乎得失罪，峥嵘岁月谁是非，我自痴狂我自卑。大家不要怕，冷静点，你们这些臭山贼到了和平镇来掠夺财产，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团结起来，齐心合力跟他们反抗到底，对不对？对对，我们一定要反抗，要反抗，打倒山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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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黑风寨的人，立刻把你们的全部财产呈上来，否则格杀勿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夺百姓的财产，还有没有王法了？好，就让你知道知道黑风寨的厉害。上上他们肯定打不过山贼，你快回去把贵重东西都给我藏起来，咱们快点走，快点走。快呀，山贼来了，老爷，老爷，老爷，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有为呢，山贼进村了，已经杀进镇里来了，没时间了。哎，阿根呐，快找几个人去救少爷，快去救少爷，听见没有啊？其余的人，其余的人呐，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藏起来啊！夫人，山贼来了，快躲躲呀！哎呀，我们上辈子跟山贼没什么仇啊，怎么我们跑到哪儿，他们就追到哪儿啊？岂有此理！是的，害得我做不了方家的媳妇，不行，我要他们拼命去！哎呀，你别走啊！你要是死了，谁给我送终啊？哎呀，再说那些山贼是没有人性的，万一他们要是看上了我，让我去做压寨夫人，那怎么办呢？再说了，你还没有跟方家成亲呢，你用不着替他们去做替死鬼。都怪你，要不是看上方家的钱，非要让我做他的新娘，我也不用做你的替死鬼了。嘿，怎么能怨我呢？还不是你怕自己嫁不出去。那就算了算了，不吵了，咱们快走啊！哎呀，上哪儿躲呀？快快快，穿衣服，咱们走啊！走啊，你等等，走啊你！我们就这么走了，会不会太不讲道理了？哎呀，按道理来说，咱们是不应该走，可是咱们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是咱们的小命要紧啊！快走吧，走吧，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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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臭小子，我们黑风寨横行霸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人反抗过，就凭你们几个手无寸铁的村民还敢反抗，真不知好歹！快走。少爷，少爷，少爷，大爷，大爷好威风啊！哎，大爷，大爷，不是又抓到一个？大爷，腾哥，这小子拿了珠宝想跑，他妈的！二当家，这小子还藏了一些金银珠宝呢。居然敢把财宝藏起来，就杀一儆百，拖下去砍了。哎，大爷，饶命，饶命，大爷！虎爷，我实际上我是先把那些东西准备好，打个包，包一个大花球，等你随时来领取的。是是是是。这个人有点意思，
我叫柴德胜，是本镇的村民。后边那个叫方有为，是我们镇长的儿子。这次就是他率领那些村民来跟您抗争的。我为了这件事已经跟他翻脸了。好，敢跟我作对，来人，砍下他的四肢喂狗。不要不要不要，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家少爷的。少爷，罗二虎，你仗势欺人，滥杀无辜，算什么英雄好汉？有种你下来跟我单打独斗。二当家，你看，过来。这位姑娘是罗二虎，狗贼，你别碰他！别碰他！站住！站住！站住！有为！锦鹏，把他的狗腿给我砍下来！哎，砍！刀下留人呐！大爷，我求你网开一面，饶了我儿子吧！爹，别动！大爷，我给你10000两来赎我的儿子。爹，不要给啊！10000两？你儿子？是是是是。那你就是和平镇的镇长了。李家一定很有钱吧？虎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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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来正式介绍一下。站在左边这一位呢，就叫方雄，他是和平镇的镇长。右边这一位呢，就是他的儿子，叫方有为，他们家很有钱的。哦，那个女人呢？哎，等等，我找媳妇。这个还没有过门的。对，没过门的，不是。好，带过去做我的压寨夫人。哎呀，不要，不行，不要碰他！哎，大，哎呀，大爷，我再给你加10000两，饶过他们两个人吧。再给你，再给你，再给你，又10000两。钱我也要，人我也要。锦鹏，哎，请收一下。好，一会儿女人给我带回去。拿来，走。哎呦，哎，我不要，不要去呀！二当家，寨主急着要见我们，快去吧。你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收集起来。两个女人给我看好了。3天之后，我回来拿钱接人。如果少了一样，我就砍断你的四肢，铲平和平镇。走。哎，胡爷慢走，走，你走，走，胡爷慢走啊！有为，有为，没事吧？有为呀，他们回家再说啊，回去吧。二当家了，两个刺客已经束手就擒，现在正在议事厅等候发落。好。当家的，这两个人是天狼寨的人。我们黑风寨一向守卫森严，你们居然能让刺客闯进来，简直就是饭桶。区区一个天狼寨，居然屡次三番的和我们作对。来人啊，三拖下去斩了。是是，起来起来，走。前辈，寨主，这些小事你无需操心，刺客的事交给我来处理吧。你们知不知道，私闯黑风寨就是来送死的？少废话，我们天狼寨的人就不是贪生怕死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你，你们走吧。啊，寨主，他们只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杀了他们，只会引起更大的冲突。可是寨主，这次明显是他们存心挑衅，他们就想置您于死地啊！迟早他们会来攻打我们，如果不杀一儆百，他们会以为我们黑风寨人是懦弱之辈。以我之见，我们。
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召集人马攻打天狼寨。走，走。不行，我一再强调，我们虽然是山贼，但道义有道，绝不可以滥杀无辜。我王震岳身经百战，岂能怕他一个天狼寨吗？我只不过是不想祸及无辜。再者，黑风寨和天狼寨一向是相安无事，井水不犯河水。我相信这件事情只不过是一场误会，我们还是要以和为贵，不要轻举妄动。不过不用多说了，我现在已经决定，天狼寨的事情我们要从长计议。来人呐，在快把他们送出黑风寨。是是，寨主，啊，走。三当家的干什么去了？三当家的出寨了，至今未归。哎，他经常出去干什么呢？你们有什么好的提议啊？咱们能有什么提议呀？连你都没好办法，我们就更没办法了。哎呦喂！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屈服啊！哎，什么什么什么？方大少爷，我柴德胜读的书比你少，但我至少知道什么叫识时务、报官。哼，我们和平镇距离省城有几千里，正所谓山高皇帝远，远水救不了近火。可能官府的人来到我们和平镇，已经被山贼铲平了。那些山贼横行霸道，可能连官府的人都怕了他们，他们又怎么会来救我们呢？啊，是啊，柴老爷说的也不无道理啊。对对对，有道理啊。打，咱们又打不过人家，报官又没有用，难道咱们就坐以待毙吗？如今之计，咱们只能是忍。忍？退一步海阔天空，咱们现在就得顺着他们。哼，荒谬。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只能纵容他们，让他们得寸进尺。你说的那些高调根本解决不了目前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按照他们的做，三天以后那些山贼来屠村，到时候大开杀戒，我们和平镇就要血流成河，谁来负这个责任？你呀。你，少爷。各位各位，那天大家都听见了，罗二虎就吩咐我做代表。今天趁大家人齐，大家就赶紧回家，把自己贵重的东西拿出来交给我。至于方镇长你嘛，你当然要把你家的媳妇儿交出来啊。我不行，绝对不行，就算家财可以交，人是万万不能交的。镇长大人，你不会为了自家的媳妇而牺牲全镇人的性命吧？我大家很清楚，这样的做法只是羊入虎口，没有作用的。你们怎么忍心欺负一个弱女子呢？说得好，说得好。但是你们怎么可以为了自家媳妇而牺牲全镇人的性命呢？啊，这件事情人命关天，事关重大，还是交给我们全村的人来决定吧。如果大家认为镇长大人应该把人交出来的，请举高你们的右手。同意。好，你们，同意。你们，少爷，他们怎么都举手啊？啊。二当家，你回来了。三当家，这批兵器没问题吧？可不可以如期交货呀？放心吧，二当家，我日夜督工，这批兵器一定可以在预期之内完成。二当家，你是不是抓了林飞扬回来？是啊。这个人胆敢闯入禁地，还私自离开断头谷，不知道你有没有查出是什么原因呢？他暂时还不肯说，不过我已经把他交给魏三孝，直到他招供为止。哦，六当家他掌管刑法，相信他必定有办法令这个叛徒招供。林飞扬，到底谁指使你偷闯神鹰殿禁地的？打死我也不说。你嘴还挺硬。三当家，我怕林飞扬他坚持不住，将所有的事情都供出来，到时我们可怎么办呢？没事，他林飞扬是练武之人，这点皮肉之苦他应该还挺得住。
料他也不敢乱说话，但是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哎呀，有为呀，你都看到了，你就别再生你爹的气了。不行，我绝对不同意。有为，我知道，陈姑娘是个好女孩，你爹他也很喜欢这个儿媳妇。可是，哎呀，哎，你放心，爹和娘啊，一定会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妻子的。 娘，爹，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陈姑娘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怎么可以让马贼抓去任人蹂躏呢？哎呀，我都明白呀。不过你要是不让我把她交出去，你怎么让我向全镇的人交代呢？可是爹，你不能这么软弱呀。哎呀，行了，别说了。哎呀，老爷，哎呀，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嘛，就当我对不起陈姑娘了吗？这。 我有什么办法呢？老爷，不得了了，怎么了？陈姑娘和乳娘又失踪了。哎，失踪，失踪了！快快快快，把这媳妇又跑了，赶紧去找，不然全镇的人性命难保。快进来！哎呀，怎么讲啊？你急我呀！哎哎哎，找着没有？没找着啊！怎么还没找着啊？快去找，快去找！你快去，快！你别挡我！ 行了，你别嚷嚷。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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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能走吗？走，你儿媳妇跑了，怎么办？安静一点，安静一点，别吵了。哎呀，我是一镇之长，我要保护大家的安全嘛。对，你说的好听，到时候你连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这事儿就是你那宝贝儿子闯的祸，就是他惹的祸。这，在这关键的时候，他居然和他媳妇一走了之。哎呀，我们简直是我们大家的性命于不顾嘛，是不是？对呀，把人交出来。他把咱们全镇的人都害了！哎，凤爷，你可把我们大家伙都给害了呀！就是，乡亲们，乡亲们，大家听我一句话：如果我们找不到他们的话，到时候我们方家一定会拿出自己的一半家产给山贼啊，求他们能够网开一面啊！怎么样？啊，好。方家财雄势大，多拿出点钱来也是应该的嘛，对不对？对。好，大家一定要听我的指挥，我们一会儿啊就去把那个贪生怕死的方有为和他那个媳妇儿一块抓回来，好不好？好，使不得！哎呀，使不得呀！我使不得！哎呀，陈姑娘。这是往哪儿走啊？哎，别过来，在换衣服呢。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呀，你说这陈家大院到底在哪儿啊？哎，咱们俩老这么躲着藏着也不是个办法呀。要不然咱们找人去问问呢？不行，要是万一叫他知道我们去找人问了，他就知道我们在骗他了。况且到了陈家，他一样知道我们在骗他。那怎么办？哎，不如一会儿趁他不注意，我们偷偷溜走。偷偷溜走？不让我坐马车了，那可不行，我跑不动了，你娘退休老了走不动了怎么办呢？再说咱们要是碰上和平镇的人把咱们俩抓回去怎么办呢？哎，还有要是碰上山贼见咱们起了色心，那不是自找倒霉吗？呸，哪有那么倒霉老碰上山贼啊。嗯，那可没准。山贼，我们快躲起来吧！快！哎呀，来不及了，快点，走啊！走啊！快走啊！还好不是来抓我们的，哎，不是罗二虎他们的。是啊，我看这里是山贼出没的地方，是，快走吧，不要在这待着。哎，上马车吧，来走。
哎，走吧。哎，走。啊，马呢？马呢？哎，这帮山贼王八蛋连马都不放过啊！这……哎，轻点儿，一会儿山贼回来怎么办啊？王振岳，想不到你居然还敢来见我。我王振岳行走江湖多年，虽然已经落草为寇，但是我做任何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绝不会暗箭伤人。哼，不要在这儿装模作样了，这一仗今天我一定跟你算清楚。且慢，不过啊，我今天不想和你打。哼，原来黑风寨寨主也是贪生怕死之徒。胡说！阿虎，互相残杀毫无意义。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们黑风寨和天狼寨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互相平安无事。呸！大丈夫敢作敢为，你狼子野心，多次指使你的手下侵占我的领地，这口气你让我怎么咽得下去？我从来没有超过禁域，你所指的地域向来都是属于我们黑风寨的。废话少说，我今天一定要讨回我的地盘。你是哪路的？当然是黑风寨的。成王败寇，要杀就杀。野狼，我今天并不想置你于死地，只想跟你摆明道理。十年前我们在这定下协议，以北山河为界，河以北属于我们黑风寨的，河以南属于你们天狼寨的。对呀，可你们的人三番五次到我的地盘抢掠。你错了，越界的是你们。这话怎么说？你不明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在刀阳两侧各放50两银子，什么意思？左边的银两是我的，右边的银两是你的。你不要在这里故弄玄虚。好，大家都累了，歇一会儿吧。休息会儿。你们就等着看好吧。嘿，你们还在做什么呢？不要故弄玄虚了。你们看，左边的银两应该属于我们的。嗯，这是怎么回事？这边怎么多了些银两？啊哈，我明白了，原本剑影是在中间的，现在他移位了。可是本来右边的银两都应该是我的。说的没错，这刀影就像河流一样，只是一个标记，标记转移方向，本来属于我的，现在却变成你的了。正如是河以南的土地似乎好像是属于你们的，其实根本就是属于我们的。年初大水泛滥，以致江河改道向北转移，属于北面的土地现在变成南边的，因此你们自以为这片土地是属于你的，其实这片土地根本就是属于我们的。哼，你们的，你有什么证据？你要的证据就在这里。什么？在这个土坑里？找到了。难道这块烂石头就是你所说的证据？这块石碑就是我们当年定下的界限。黑风寨与天狼寨各据一方，此地为界，河流为纪，特立此约，永不更改。我想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吧。野狼，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哎，一场误会，现已冰释，我看就不要再计较谁是谁非了。这次是我错了。我野狼虽是一介武夫，但绝不是蛮不讲理之人。我只想讨个明白，这位小兄弟机灵果断，不费一兵一卒就化解了大家的冲突。你们黑风寨有此手下，真是令人敬佩。野狼，你
是有眼不识泰山，他并不是我们黑风寨的手下，他是我们寨主的女儿，黑风寨的三当家王英姑。大家敬寨主一杯。寨主，喝！寨主，最近我们在附近各村搜掠，是大有收获。啊，是。如今，我们的死对头天狼寨也解决了。对对，寨主，你的英明领导下，我们黑风寨一定会日益壮大，雄霸一方了。对对对，来，喝酒，喝喝喝喝。这都是各位弟兄的功劳，尤其是你呀，罗二虎。不过大家也不要得意忘形，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滥杀无辜，要谨守道义。我知道了，寨主。寨主，三当家的有请。好。总的来说，我们黑风寨可以在方圆百里横行无忌。二当家，你居功至伟，寨主应该重重的赏你才是。只是说说有个屁用！一天到晚说什么道义有道、仁义道德，还不如去做圣人。做山贼的，哪有不横行霸道的？二当家，别生气了，反正寨主也还信任你，那些抢掠的事情也都交给你做主。过两天咱们去和平镇，再掠抢他一次。还能添个亚寨夫人呢！哎呀，累死我了！哎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呢？我保护你们呢！哎呀，你看这都一天一夜了，你烦不烦呢？你看这荒山野岭的，走也走不到，万一出来山贼怎么办啊？哎，你看我这猪脑子，哎，出了这么几天，我就不记得我们家在哪儿了。就是啊，在哪儿呢？哎啊，要不我这么着吧。你走吧，我们自己再找。哎，不行不行不行，哎，绝对不行！哎，我要送你们回去，听我的，哎，让我送你们回去好不好？走。哎，要不这么着吧，你去找辆车啊，找辆车拉着我们娘俩，我们娘俩走不动了。这上哪儿找车呀？你看看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找车我就不管了，快去快去吧啊，快去！我看你们俩也累了，这样吧，我去找车，你们在这待着，等我啊。去去吧，哎。哎，咱们趁他走了，咱们俩偷偷跑了吧。那怎么行啊，方少爷，他对咱们挺好的，这两天一直陪着我们，我们怎么可以这么做呢？哎呀，你就是心太软了，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跟你说啊，刚才呀，我在那边小镇上看见可以骗钱的，你说他这个倒霉蛋跟着咱们就没法下手了，对不对呀？三十六计，走为上，咱们走。哎，他们在那儿，抓住他们！啊，别跑！快不行，这我们快跑，快跑啊，快跑娘，快跑啊，站住，哎呦喂，救命啊，站住，抓我们呢，害得老子追了你们一天一夜，来把他们抓起来，别呢，住手，就是你这小子在中间捣蛋呢，不用你管，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会连累乡亲们。对，哎，咱们走吧，别跟他在这废话了。各位乡亲们，咱们要是不把那个妞抓回来，咱们全镇的人就没法活了。走，抓他们！你们快走，我来。你的人从后边包抄，其余的人跟我走，抓住他们，抓住他们，走！哎呀，快点走啊！我说，快点，我走不动了。哎呀，快走，要不然他们就追上来了。哎呀，快！哎呀，快点！快点走！不行，我喘不过气来。哎呀，快走！不走不行啊！啊，快，他们追上来了，快走！我走。走。走。
他们在那儿，快追！娘怎么了？脚抽筋了！什么筹骨？筹骨？哎，什么什么筹骨？是不是断筹骨啊？啊，我去看看啊！喂！里面有人，有没有活人呐？有没有活人呐？哎，娘，我们别进去了，走吧，走吧。哎哎，快！是不要活了吧？啊！哎哎哎哎！两位大爷，两位大爷，我们兄弟几个是一时不小心误闯了断筹谷，还望大爷多多包涵，多多包涵。走，再踏进断筹谷半步，格杀勿论。赶快走，赶快走，赶快走！走走走走走，这就走，这就走。你们才是什么人，竟敢擅自闯入断筹谷？我们不是想闯进来的，我们本来是想，后来那方家他们后来拿着、那个、什么呢你？我们不知道怎么就我认出来了，他就是上次在沙漠里头把咱们扔下不管的那个人呢。其实我这个人呢，是大人不计小人过，上次那件事咱们算了啊。哎，你说呀，对呀、啊，你就救我们吧，人命关天呐，你就救救我们吧啊！手拿兵器的人已经让我们赶跑了，至于这两个人，我们得好好问一问呐。哎，算了吧，他们只是弱女子，放过他们吧。就是，这里是断筹谷，外人是不能进来的，误闯者要马上离开。哎呀，你又来了！刚才那几个是坏人，是要追杀我们。对呀，是。不如你们就留我们在这里暂避一下吧。哎哎，我们就待一天。不行。哎哎，那就半天。半个时辰都不行。那我们上哪儿去啊？我们断筹谷里面的规矩是，外人不能进来。要是留下的话，一辈子都不能出去，永远要留在断筹谷里面。啊！哎呀！出去，出去！出来的，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就见面了。我想你们两个再也不敢进断筹谷了吧？快跑啊！往哪跑？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不然咱们就在那里头待一辈子，要不然就把我，哦不，把你抓起来做压寨夫人，打死我也不做压寨夫人。弟兄们，快快点跑啊！抓住他们！救命啊！快开门呐！快开门！快开门啊！你们想清楚没有？想清楚了。来来来，快！别后悔。不后悔，快点！开门，开门，开门，快开门！关门！哎呀，各位大爷，拜托你们把这两个女的交给我们吧。从今天开始，他们就是我们断筹谷的人了。从来没有人能在断筹谷里面把人带走。可是，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带回去，和平镇就有难了呀。你们走吧。走吧，让他们走吧。几位大爷，让他们走。陈姑娘，你们先留在这儿，过两天我来接你们，我一定来接你们。哎呀，过两天可就晚了啊！别听他们乱说，我跟他们无冤无仇，我是无辜的。各位村民，这个就是害我们大爷的罪魁祸首，有仇的报仇，无仇的报冤呐！打死！起来！住手！
各位村民呢、啊、你们冷静点，这件事情啊我一定想办法解决呀、啊、有什么办法解决啊？现在我们全镇人的性命就系在那个女人身上了，人又抓不回来，你说怎么办呢？对、啊，怎么解决啊？说、啊，你说什么？怎么解决、啊？柴老爷，我求求你了。爹，哎，你不要求他嘛。过来。哎呦喂呀，你就把那个程姑娘带出来吧。人都进了断愁谷了，还怎么能出来呢？啊，你把他们送到断愁谷了？他们也是迫于无奈才进去的。镇长大人。几天前你说过，我身为镇长，一定要为大家的生命财产着想。山贼明天就来了，你去搞定了。乡亲们，现在我不管了，镇长大人负责了。对，他负责。哎，他负责，走吧，走吧。洗脸的怎么这么麻烦呢？就是，这儿就是断愁谷的神鹰殿，也就是断愁谷的禁地。禁地什么意思啊？别说，神鹰殿在一般的情况下来说是绝对禁止谷民进入的，违者重罚，除了每月初一谷民才可以在这里参拜神鹰。哇，好大的一只鸟哎！大胆，竟敢亵渎神鹰！神鹰是断愁谷的守护神，也就是断愁谷的圣物。圣物？什么是圣物啊？子时已过，不准点灯，早午晚三餐由谷内善堂定时供应，谷中谷民要长期斋戒，所有的人不得擅自离开断愁谷，你们负责主食洗劫。我们？白银一锭，羊皮袄一件。各位村民，各位村民，现在为了和平镇的安定与团结，有钱的捐钱，有物的捐物，最好有金条捐金条，赶快赶快了啊！快捐了啊！快点儿，快捐了啊！还有谁？啊！哎，花盆一个。这次这么辛苦，人家拿着回去不过分吧？不过分吧？懂了怎么做了吧？我知道，知道怎么做了。哎，大家都快点，继续捐钱，继续捐钱，快点，快点啊！住手！不要交了。哎，有为，你出来干嘛？如果那帮山贼知道是你把陈姑娘放走了，他们能饶过你吗？你赶快给我躲起来吧！哎呀，一人做事一人当，人是我带走的，要是他们真的追究起来的话，由我来承担吧。哎呀，不要固执了，跟我走。快了，快了，行了，这是关键的东西啊！这，有山贼来了，这啊，虎爷。虎爷，哎呀，虎爷果然准时啊，说三天三天就到了。三日之期已到，我叫你办的事怎么样了？请看这边，这全是和平镇的心意呀，金银珠宝什么都有。你们俩去验收一下。好，是。干得好。哎，我的压寨夫人呢？拿过来，已经离开了和平镇了。什么？岂有此理！要的人居然被你放走了？这件事情真的是与我无关的。在我知道陈姑娘被人拐带，教唆离开和平镇之后，我就组织村民去抓她，结果还是没有抓回来呀。啊！我告诉你，就是他，他拐带的。又是你！这是什么？求大人，放开一面，放我儿子吧！我已经准备好了100两金条，还有珠宝，这是我家产的一半，作为补偿。阿根，老爷。你们两个点一下。金子我就收下。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
钱我要，人我也要。不想死的话，就把那个妞给我交出来。妄想，要交的人没有，要命有一条。有为，你可不能够不要管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罗二虎，只求你把这些村民都给放了。好。求大爷，别求他，网开一面，别求他，放过我儿子吧。别求他呀。好，你说。我说不能说呀。他们已经进了断愁谷了。这断愁谷。站住！这就是我们在和平镇接回来的所有财物。干得好！寨主过奖。你这次去和平镇有没有滥杀无辜？当然没有，我一直坚守寨主的原则，绝没有造成伤害。很好，好，这次收获的财物清点以后，按照我一向的做法，将一半留下来作为储蓄，剩下的一半平均分给所有的弟兄们。多谢寨主。二当家，你偷偷藏起这么多珠宝，难道不怕？怕什么？这些都是我抢回来的，就是属于我。我是黑风寨的二当家，凭什么拿出来跟他们平分？二当家说的有道理，寨主就是不公平。幸亏二当家早有先机。你们放心吧，跟着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哎，多谢二当家。虎爷，虎爷，叫我来这么急，有什么吩咐啊？杨德胜，这两箱珠宝，你帮我把它变卖了。听着，千万不要给我耍花样。是，我一定帮您办妥。姑娘来了，姑娘来了。来来，一个，两个，三个。这是我们镇上最标致的姑娘了。一人一个。红走。好好伺候大爷啊。哎呀，红走。不错呀。红走。你看看。走。哎呀，虎爷啊，这可是我们镇里边最好的了。哼，一群庸脂俗粉。和平镇。没有一个女人比得上方家的媳妇。无论如何，我也要得到她。虎爷，我已经是尽了力了。她现在跑进了那个断愁谷，我也没有办法进去啊。是啊，那断愁谷与世隔绝，听说里面还很神秘，那里面聚集了很多武林高手，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出来啊。哎呀，虎爷很恐怖的。我们镇上的人没有一个敢踏进半步啊。哼，真有那么厉害吗？断愁谷，我罗二虎偏要闯他一闯。别踹我呀！你待好了。大爷，这鬼地方什么时候才能离开啊？放心好了，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车今天就是要出谷的，放心吧。哎，臭死我了！哎呀，臭死我了！哎，你忍着点啊，越远越好，远了他们就找不到我们了。哎呀，臭死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什么鬼车呀！是不是到了？怎么不走了？到了，咱们小心点。哎呀，臭！哎呀，快，咱们下车吧。你们俩玩够了没有？原来是你在耍我们！再逃跑的话，就把你们关起来。哎呀，不要啊！不要，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不要了！
上离开这里。我罗二虎可不是等闲之辈，今天来断手谷就是想见识见识你们断手谷到底有多厉害。来者何人？黑风寨罗二虎。黑风寨罗二虎？我们断手谷跟你们黑风寨无冤无仇，不想跟你们有任何冲突，请你们走吧。我今天来断手谷是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是从和平镇来的，是一位姓陈的姑娘。她是我罗二虎的人。是找我的？就是。今天要带她走。从来没有人能从断头谷把人带走，你还是走吧。听说断头谷高手云集，今天我要见识见识。你不怕死吗？废话少说。住手！走过了这么多年，你却从没有一句怨言。一同走过了多少风雨，风霜浸透你的脸。曾经誓言地老天荒爱不变，你会陪我一生一世到永远。如今我已把岁月改变，却再也看不见你的脸。问一声我的知己红颜，可知道我的想念？当所有的世界已不再重要，你却不在我的身边。问一声我的知己红颜，可知道我的思念？春风又绿了杨柳岸，何时能再见你含笑的容颜。